10月1日，网友称安徽金鹰航空俱乐部一架飞机坠落，网传图片显示飞机损毁严重，机上有乘客，坠落飞机上还印有安徽金鹰 B9541 等字样。2日，肥东县应急局人员表示，确有一架飞机掉落到一处养牛的地方，俱乐部人员称因违规停业整顿。该俱乐部人员表示，现在都叫停了，变成游乐园了，不让接待了，说违规，不让带小孩还老带小孩，现在暂时让停业整顿。至于网传飞机上有一男一女一死一伤，该俱乐部成员表示自己不清楚。现在都叫停了，又变成游乐园了，现在不让玩了，不让接待了。最近说都违规，不让带小孩子，你老是带小孩子，现在暂时叫停整顿。那时候我看不是有一男一女在飞机的时候说一死一伤，这个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